原百竹北店是新竹县首座的百货商场，也是新竹县辨识度最高的地标之一。商场内除了融合在地客家文化，完整呈现了客家古厝、客家老街，还有好客天棚、圆楼天空。此外，餐饮方面更有许多新竹的独家美食，满足饕客的味蕾，是一个提供民众购物、娱乐、美食全方位的休闲去处。赶紧加油！赶紧加油！加油！什么时候我会变成唱跳歌手啊？偶像，我们今天好像开了一场演唱会。不是，最主要是我们现在节目有主题曲啊。哎，是啊，好不好听？好不好听？会红吗？会红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有多省，我们刚 MV 已经拍完了。对，因为我们作曲、作词、录音加 MV， 总 total 20,000块。啊，太棒了！而且，刚才方程哥还说啊，是在我们主座前面拍的。做人不要忘本，客家庄充满浓浓的客家的文化，客家的风情，这个庄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来，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大家都知道新竹县是一个客家的大县，我们大概有60-70%的人口都是客家人。我们把传统的客家他们的古厝啊，然后老街啊，跟我们的圆楼的特色的建筑物，我们搬来我们这个原百的竹北里面，然后要让我们的消费者在我们消费购物还有吃美食的之余，我们还可以有个沉浸式的体验，还可以来打卡啊、拍照啊、跳舞啊，所以来这边的打卡啦，或者拍照啦，或者在全家享受美食啊。的确是在周末最好的选择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圣梦印安之圣，安之圣，谢谢董哥，谢谢你们提供我们这么好的场地，谢谢你啊，圣梦印啊。那个介绍我们今天参加的队伍。好，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网红队，用我们的山峰哥，你会不会流太多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我有点担心他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自从张飞飞哥、小燕姐退休之后，很少跳开场舞了，而且一跳还要跳半个小时。给你配这么好的队员，你看看。是的，下面一位就是我们的网红了，我们的圈圈。圈圈，非常漂亮，还有我们的菲菲。欢迎欢迎欢迎。还有我们的高挑美女金莎。那我们这边有我们的油条队。我是油条兄弟，油油油。班长小宝，啊，柳晨，李哥，大宇，浩浩，谢谢谢谢。他们在哪里？欢笑就在哪里。哎呦，董哥在哪里？哪里就是中间。我们在哪里？哪里就是旁边。地址在哪里？今天有地址。阿美老师，我有名的舞蹈老师。哎，是是是。曾经教过 Michael Jackson 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美。我是杨佑璇。大家好，我是 Peggy。每一关都能闯关成功，都能拿到很好的分数，最后就可以拿到很大笔的钞票，好，你好不好？好，第一关就是我们的圈叉大作战。三队同时上场，呈直线队形，由主持人出题后，参赛者根据答案跳往圈或叉，跳错的队员即可淘汰。进行三回合后，依照场上每队人数多寡，决定该队胜负。
来求啊，大作战啊，成本还没有呢，对，有分纯麦跟单麦，没有，你是像木头的跟没有像木头的。它是这个圈叉大作战啊，圈代表是正确的，叉代表是错误的啊。待会儿呢，我每一队呢五个人都要上场，就这样排成一队，那我就开始出题目，你们认为是对的，就是跳到对的，错的就跳到错的。董哥帅不帅？不要出这种灵魂拷问，我们不会干这种自肥的事情啊，绝对没有那个就是 confuse 就会犹豫的，没有灰色地带。对对对对，那待会儿呢，第一名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先得到五分。是的。第二名得到三分，第三名得到的是一分啊！马上进入我们的圈叉大作战。现在今年就是圈叉大作战。我们讲呢，什么是不变的？真理是不变的。所以待会呢，我们这些题目答案呢，都是呢经过呢大数据，还有电脑，还有这个康熙字典呢，我们进行几个 round， 然后看把总分加起来，哪一队可以得到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个题目，什么东西是圆的？什么是圆的啊？甜甜圈、救生圈、圆明园。没有文化啊！那就继续了，圆规。有两个跳，我让你们两个申诉一下。两个都。你们为什么笑出？圆规为什么是圆的？盲从啊！好，等一下，好，董哥，我们王美队先失一分，对不对？是两分，两分，不是两分，是两分。身为队长，壮壮是，还有圈圈，我要下死命令了。好的，用出我刚刚说的大绝招。好，开始。没问题，我们报一下分数哈。我们刚刚地主队死了一分，王美队死了两分，油条兄弟都还在。好，接下来请专心啊，专心是啊，什么东西是圆的？贝果，来，贝多芬，什么东西？哎，跳不出来，跳死了。没有，我是跳的远。篮球，哎，很好啊。排球，加排球不是圆的，这个是什么形状的？队长的智商堪忧，怎么办？那是一个反射动作啊，那是一个反射动作。我以为你会说排水管。淘汰！第一个到现在还没死，蛮厉害的哈。对，怎么还没死？我们都是跟随他的脚步啊。不要这样，我现在要用新招。壮壮变动枪，还什么？美人计，壮壮换动作了。不对。你当我们在玩，没有，等到，这是我们的绝招。你当我们在玩，再一次，董哥刚才那个再一次，我通告费不领。你还是你主持换我来。来，接下来什么球是什么？什么东西是圆的？来，足球、棒球、橄榄球。你看着他为什么就这样跟他不同方向呢？我后来发现这个策略错误，因为呢，我本来正面的时候，我的顺序是对的，结果我转过来之后，突然方向反了。你们现在不是说你的策略错误，是你们这整队组合就是个错误。请你过去站在那边哈，来，接下来什么东西是圆的啊？轮胎，轮椅。慢了，给你求一求一，我们看回放，challenge，轮椅，什么东西是圆的？纽扣，好哟，纽约，方向盘，方怡平，是跟高向鸿是一对哦，我知道组合嘛哈啊，但是我认识他本人，他蛮远的。我们速度要加快了啊！方向盘，飞盘，是这样。再来，过来了，第一个是很可怕的啊，
很大啊，压力大。太阳饼。我以为是橄榄球。这是牛舌饼。没有很圆吧？汤饼都圆了，谁？没有很圆啊。想什么呀？汤圆。汤匙。二等，这个乱了就到现在，存活下来的油条兄弟有两位啊，两分。我们地主队呢，两分，也是两分啊。然后王美一分，马上进入我们的 second round。这题是问什么是成双成对的东西？成双成对。啊，刚刚你想一下，成双成对，有个夫妻就是成双成对嘛，对不对？鸳鸯成双成对。兵哥，夫妻，是，鞋子，是，发神经，手套。如果棒球手套就不是啊，对不对？有学问嘛。好，接下来外套。哎呀，不是。哎，好，接下来心脏。肺脏。肺脏。哎呀，肺啊，就是肺啊，肺脏啊。肺是成双成对。这两片。我太慢了，我自己找，对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干嘛？他很老实哎，很老实。筷子，乌鱼子，你刚才到底是什么表情啊？你是吓到了还是？没有，还是太高兴，高兴不？不是两个吗？果然在百货公司工作不一样哎。你是在卖哪一方面东西的？我是客服部门。客服，所以会有客人打电话来进来说，哎，乌鱼子是不是？乌鱼子是不是一队的？所以这个 round 就你得分了。好，这个 round 下来，我们来看看他们现在的分数是什么。是油条兄弟队目前是两分，明白。一分，地主队是三分。加油，最后一把。第三 round 是可以用在脸上的东西。什么粉饼啊啊，什么口红啦、啊，来面膜，淌浑水，什么水？什么谁淌浑水？你淌浑水？看一下方程哥淌浑水，你淌到脸上来哦。方程哥，你干嘛淌这个浑水啊？不要淌这个浑水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单单的去休息一下。好，慢点，慢点啊。淡斑精华，老奸巨猾，刘德华。这个庙里面的严宽恒主任啊，谢谢严宽恒委员啊，请大家去陪高山。委员最请委员。注意啊，面霜，可以，雪上加霜，哎呀，不行，乳霜，可以。哎，你看思想邪恶，听到乳霜，凝露，喂，杨枝甘露，哎呀，不行，洁颜露。太慢了。我们现在呢留在场上呢，有时候可以拿到分数的，我们来看看。我们来看一下哦。首先油条兄弟队场上有一二，有两位。有两分的啊，两分。王美队呢？王美队有。四分呢。由此以来得最多的，然后地主队。我们地主队是五。一二，哎，都没下去的。太优秀了。第二名就是王美队，是五分啊，不错，油条兄弟很难得啊，在这个游戏里面位居最后一名，四分而已。好的，那马上我们待会要进行我们的下一关。王红队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想不到我们在三队里面还可以第二名。最后一题是因为问到有关美丽的问题，就跟我们美丽有相关。其实啊，你们不要看我外表，现在看起来像25岁，我其实已经不会50岁了吧？你怎么会不聊天啊？我其实已经35岁了。那这样子差很多太厉害了吧？女人呢可以成长，但绝对不能过度老化。之前只要可能睡个几觉或休息一下，就恢复光彩。那现在呢，只要稍微一不理她呢，脸部就会有凹陷啊、松弛啊、满脸皱纹啊，或是整脸暗淡无光。是，你都在讲山东歌啊！是，所以啊，约莫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啊，挑一个好的乳霜来用，尤其是一瓶好用的乳霜啊，是，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啊，比少女时期还要透亮。你现在皮肤超亮的，真的。
真的，真的有在保养，就是这个吗？没错，像这瓶超奢华成分的乳霜呢，它是把所有顶级的保养品高级成分全部一口气网罗进来，这瓶叫做美丽佳人紧致回弹霜，它里面呢有很厉害的法国抗老研究室独家专门研发的普拉斯裂，哇，所以它把你想要的紧致啊、拉提啊、透亮啊、滋润啊、水嫩啊，一切都兼顾到，就是我们脸部需要的，它一次都帮我们保养好了嘛。当我们的皮肤如果松垮的话，它帮你撑起来，然后很厉害耶，非常有弹性。我待会可以试擦一下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们现在让你试擦。那美丽佳人呢，紧致回弹霜，它运用了业界最高抗老等级30%的普拉斯链，还有搭配我们法国 Cinix 黑钻松露萃取，哇，以及最近医美非常红的神经酰胺，也在里面。神经酰胺很贵，非常顶级的才会有的，高端成分。所以这瓶呢，第一次用就会被圈粉，哇！那它的质地呢？我把它打开给大家看看，好看一下。可以试用是不是？可以试用吗？哇！它的质地呢是非常的细致柔滑，它看起来就像是非常高级的一个很浓郁的奶油。透过我们的体温化开之后呢，它就会呈现一个非常细致的轻盈的触感，超强哦！瞬间变成水状，对，而且把它推开之后就非常轻盈，非常好吸收，直接完全吸收进去，对，超强哎！因为刚才圈圈放在我手上的时候，是一个乳霜状，很像奶油的感觉，但是一抹开，直接变水状，皮肤让它吸收进去，它直接饱满了，有没有？这个皮肤就有水分的感觉。对啊，身为这个美丽达人，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们，如果有这样子的神奇的乳霜，还有没有几个步骤可以使用啊？它就是先抹，比如说脸上，先抹脸上，先抹在脸上，然后我们要，因为它有拉提嘛，所以我们就提它，这样子。哦，提，对，提它，然后提它之后按压的方式让它做吸收，然后它就会加强按摩，抚平你的细纹，对，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手变白了，对啊，你要觉得手很紧吗？手拳头握得很紧，但是我的肤色是黑的，我的手已经变对啊，水润发光透亮，所以它保养过后，它非常的清爽薄透不黏腻，它又有一些就是像是柔嫩的那种水润光泽，那你有觉得肌肤回到像高中时期那种青春的肌感吗？怎么会问我呢？好害羞，都变幼齿了。因为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其实我超级怕，我只要听到乳霜，会觉得很油，对，很油很腻。尤其是女生，冬天肌肤很干，就会擦一堆霜在脸上，之后就会长那种小痘痘、脂肪球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其实不能乱擦。我觉得你可以完全放心，因为它这一瓶呢，它可以当做脸部的按摩霜，还会帮你消除整天的疲劳以外，我们不是每天都要化妆吗？对，在妆前使用，你的妆感会非常的服帖，不起屑。哇，对，所以啊，当我们不想让皱纹产生、老态浮现，那你也不想去做医美的话，对，就可以使用这瓶哦。它可以清爽滋润干燥肌，抢救我们下垂松弛的凹陷脸，是，另外还可以对付暗淡疲倦肌哦。哇，那如果呢，我们平常去做医美的话，对不对？也是可以使用这瓶，因为它可以延长医美的效果，把它稳固住。对，它超级省钱的，大推大家跟我一起用这瓶美丽佳人紧致回弹霜。欢迎呢，进入我们最关键叫做长驱直入啊！来，在我们这条道上，我们这有60米的赛道上面啊，来用接力的方式，一个人大概12米，五个刚好是60米啊，看谁先到终点，谁就赢得那个的分数啊。好，那在这一关呢，第一名的话呢，可以得到6分，第二名得4分，第三名还可以到2分啊。所以刚刚分数最差的这个高山峰，没有，翻回来了，把我们放在哪里啊？把我们放在哪里啊？他们是第一名，没有，我们做二。我说刚才像高山峰的王美队啊，千万不要骄傲，胜不骄，败不馁。对，油条兄弟的他们的后劲很强的，后劲很强哦。但是至于呢，长距离到底怎么玩呢？我们请这个阿美老师，好不好？等一下玩这游戏之前，大家好稍微热身一下。好，对对，要不然会有运动伤害。对，来，等一下每个队员好坐在这个毯子上面，是，然后用屁股跟脚的这个幅度、腰的力道哈往前带上去，这核心要很出力，脚往前。那么你想想看，这脚可以。董哥要亲身先试一下。董哥，你的年纪腰。董子，我开机电还要董子成。对，就是这个节奏，董哥。
就是一个解决。等一下，董哥，我董哥，我教点那个洗洁精，顺便那个、啊。你要看这个节能动作、啊，很难哎、欸，很难的。我跟你讲，是不是很担心这个腰力的部分？超担心的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很贴心，准备了这个 PP 石墨烯的护腰绳带。对对对，穿上了，就是这里的。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PP 石墨烯护腰绳带。为什么要叫绳带？因为身为啦啦队，我每天都在练舞，每天都在弹跳，所以我们的腰力其实很常会，因为弹跳啊、舞动啊会受伤，容易受伤。如果这样，我们想要看你这样子，好，别讲，就是因为我们在舞动的时候。完全是靠腰的、啊，就是在舞动，还一字马，一字马啊！我刚才示范那么多，只是想跟大家讲，我穿上去有如没穿一样。因为呢，我们就是要穿起来像没穿一样，是不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受到束缚。对，束缚负担。而且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功用，很适合在座的全体女性。哦，怎么说？因为呢，它的这个啊，可以缓解我们经期的不适跟疼痛。哦，就那个每个月经期来的时候。对，经期来的时候就可以帮助缓解，所以呢，它有暖宫腰带支撑。就在你每个月女生不舒服的时候呢，你就把它套上去，那它呢包住我们的肚子，然后把所有的能量热能都包住，让我们的腹部感到很舒适。我之前有买过电热毯。它就只能垫在这边。我垫在那边的时候呢，它虽然热热的，非常舒服。但是我就不能动。如果我要去拿水，它又不能走，我又要拿开，拿个水过来喝。啊，真不方便。非常的不方便。但是呢，当我穿上这个 PP 石墨烯护腰绳带的时候，不用把它掀开去拿东西，它无时无刻都保护着我的行动自如。对，它又没有拉链啊。然后这个带子呢也是伸缩的，对，它这个呢 PP 石墨烯的这个护腰绳带很不一样的是，它有石墨烯腰腹腰带支撑，而且它的结构设计其实非常简单，没有任何的里里口口的拉链啊，或是魔鬼毡啊，跟传统的一般我们常见的都不一样，而且它石墨烯的机能面料也是有特别会释放有红外线的功能，所以在你穿上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促进你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像是我们最近是冬天到了，雪季来了，这个滑雪，哇，你穿在里面保暖非常适合，它可以能快速产生恒温热能，达到升温的效果，有暖宫科技布品支撑，就是我觉得这也好期待，大概面积跟条毛巾一样，大概啊，对不对？重点是呢，浅层活化加上深层的循环，让你的腰带能上去到你的腰部，所以等一下在玩这个的时候绝对不会受伤。那这个我们就赶紧来部署一下，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仓区植入。三的同时进行，全程禁止用手，每队以接力赛的方式用臀部扭动至下一棒，最快达到终点的那队获胜。我们每组的队员都已经各就各位了，是的，各位各就各位， ready， 长驱直入，预备， go， 加油，速度与激情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向完美队，完美队现在暂时领先啊，领先。然后呢 ，B 组队紧追在后，最后的是我们有氧队，他们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来，好，第二棒出发，第二棒 ，B 组队跟完美队都出发了啊，手绝对不能碰地啊，完美队已经第三棒出发，第三棒出发了，完美队，来来来，快，哎，这个表情很，你要到后面一点，那表情很累，累。王美队最后一棒，准备冲刺啊！加油！哇，我们现在油条兄弟队跟地主队实力不相上下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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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放弃！你们队长说投降输一半，那我们现在放弃就会很舒服，怎么样？赶快放弃会很舒服的。加油！油条。
条跟电灯的两块，第四棒快睡，等到快睡着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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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名才是了，输了王美队。那么我们看第二名，你现在告诉比赛就结束了。果然是我们残而不废的。第二名产生了，第二名产生，让出赛道，让出赛道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胜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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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胜出来！来，快点，阿姆斯壮，你等小布，人类的胜是人类的一大步。这就是运动家的精神，真的棒！没有到终点，绝不轻言放弃。对，虽然他们得到第三名啊，你真的是木小孩吗？没有啊，不是，你怎么一路一路说，黄哥，真的比谁小孩还累？那我现在就要公布一下三队的总时长，红条队是8分39秒，王美队是7分25秒，黄队是定。10分35秒。最后来宣布一下，恭喜呢，目前三队的比分由我们王美队目前领先9分，第二名还是我们地主队7分，然后最后是我们油条中队第5分。等一下我们还有最后一关，所以最后一关大家要赶快把握，因为到底谁能这个现金一把抓来掏金，就是靠最后一关，还靠最后一关，还有一个机会。今天收获最大的是地主队，他怎么说呢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之后我最起码2个礼拜不用拖地。对，是客服，他们又不是保洁客。但是说实话，腹肌可能会先有哦，人鱼线立马就出来，重点是穿起来还腰还不会受伤，真的。我刚刚不是才运动完嘛，然后全身都流很多汗，可是我觉得它不会让我觉得很黏腻，不是很闷热的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设计，它这个是一体成型的，然后外面是这种立体的，可是里面是非常贴合包覆的。你穿的 size 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这边的人都一样哦。他们家最厉害就是你不管是 free size 啊，XXS 还是3XL，像3XL代表，哎，对对对，他都可以来，我们下拉看一看。哇，非常哇，哇，我头都可以穿过去了。下一集拔河就用这个，而且还有这个束腹跟束腰的效果，是是，所以穿上去小腹啊都不见了，可以雕塑身形，对不对？而且像刚刚有讲到那个暖宫带，没错，为什么它可以有那种暖宫的效果？就是因为它很贴合。所以让它的那个跟皮肤是效果很好，而且重点是它是360度完美包覆，所以呢，不管你身体是前面马鞍，又或者是后面的侧腰没有肉，全部都会加压缩，让你的线条变得很好。真的，必须得分享，刚才在就是接力赛的时候，我们王美队最强的强棒就是费德，真的超级个子最小，结果的速度最快，有如神马般快速冲刺，但是有神器在加持，对不对？连马哎。然后伸展性非常好，你看它这边边呢，在这个地方都有做一个很好的那个伸缩带，然后也有很好的这种束缚短，束缚短，不管是你松紧还是弹性，它都可以让你的穿起来之后衣服不会这样揪起来。对，最怕就越穿越紧，越穿越紧了。所以你藏在衣服里面呢，就是保暖又兼具塑身效果。而且你知道，其实像很多上班族不是坐办公室吗？对啊，有一坐一整天十几个小时，会很容易觉得腰酸，然后就是因为你的血液循环啊，就是整个卡住了，然后呢肌肉没有得到舒展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把它穿上，让你的整个身体的循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，就可以缓解腰部跟肌肉的酸痛，做一个很好的循环。所以你坐着可以戴，站着也可以戴，也行，做家事可以戴，只有一个时候不能戴，躺着也可以戴啊，躺着不是不是洗澡，但因为你是装洗吧，建议大家水洗，然后用中性的清洁剂，然后我们用温柔的用那种手搓揉一下，把这个汗水呢泡一泡一泡，洗掉之后只要晾干就可以。其实很，其实这种材质是很容易干的，对，风稍微吹一下，吹一吹就好，就搭了。不管是男孩、女孩、大人、小孩，都推荐给你们。哇，太棒了！一比石墨烯的神奇腰带啊，对。好，那今天这一关呢，啊，叫明察秋毫啊。我们为了这个单元换台球，从20000多名的女性当中啊，淘汰到只剩下最后的28名。这比拉拉队还难进，真的。在他们身上穿什么呢？请看，哇哇哇！妮妮史莫西的智能修护内衣。那等一下呢？
28位女孩子当中啊，只有6位穿的是我们 TV 石墨烯的智能修复内衣。那你们的工作就是在20分钟之内，看看谁能够最快把这6个给找出来。但是我们有一些规则哦，就是呢，这个过程中你不能用任何的物品，或是用你的肢体去碰触我们女郎的身体。哦，队长，走。手上有个标签吧，我们每一组都会有符合你衣服的颜色的这个。当你觉得他穿的是我们真正 PP 什么系的修复内衣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在他背上贴上一个标签，哦，注册商标，就表示你逮到他了，是我们的人，是你们的人，对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队很有可能获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圈圈身上呢，目前就穿着同款石墨烯的。我不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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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在穿上这个内衣的时候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们会凭这个方式呢，去找寻可疑的目标。哦，在这一关，第一名可以得到9分，哇，得到6分啊，第三名是3分啊。有没有机会反败为胜？就看这一关了。20分钟的时间呢？好，准备，明察秋毫。三个同时出发，限时20分钟，找出现场穿着石墨烯内衣的石墨烯女郎。确认目标后，将贴纸贴在目标身上，找到最多石墨烯女郎的队伍获胜。快跑啊！你卖照，你卖照！哎哎哎，你卖照，你卖照！哎，来，等一下，先看到女孩子的话哈，女生直接去跟他们接触，觉得哎应该是她的话，毫不犹豫直接就不要直接派你们直接去，时间有限。哎有看到，哦，这个好像是有可能，有吗？有吗？这是吗？脖子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脖子，对。这个是，好，抓到一个，还是你眼睛厉害。现在圈圈身上也穿着跟他们同款，没错，我们的诀窍呢就是找胸部偏大的，丰满的。当我们的石墨烯这个内衣啊，它虽然没有钢圈，然后不会有束缚感，但是它可以把胸型非常的漂亮的往上，不要随意洗澡呗。然后还有个更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包覆情况下非常好，而且它是向内集中，胸型漂亮，这样很强哎。因为其实胸大的女生外扩，对。不喜欢穿有钢圈的内衣，对，因为其实它卡在那边勒住很不舒服，然后但是又想要找可以有包覆型，对，它内衣包覆型非常的。了解了，这次我们 hunting 的重点了哈。丰满。那我们现在出发，就是去找胸型丰满。大哥，我一下来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。怎么样？因为就是现在是个5-6点这个时间，他们一定在吃饭。哎，我也觉得他们应该饿了，而且有可能他伪装成店员，有可能。叫明朝，告，这个就叫明朝。请问您是有穿丝袜吗？一定是女生的。女郎，这个里面会不会有？时光暂停嘛，这边就是看到没球。他跳起来，他已经跳起来。你以为不是这样子？哎，真有人哎！你的 IG 多少？我赌这个。我赌这个。那我们就赌。就你们那区，他抽你呀，有3个区啊，了解，就谁先把这个6位的都能带最多啊，对，再一个，一般的，不要闹了，好的，开始啊，你们3个来逛街的吗？当然啊，本公司员工在这边，我帮你服务，很适合你，本公司员工服务就是周到的，好不好？不用搓，我看到是石墨烯了，我觉得是的，不用搓了，粘好了，对不对？找到了。他们怎么看到我都躲起来啊？来，请你们站到中间，圈圈，发挥你的观察力。我们的石墨烯内衣，它的肩带有加宽4公分，所以它就看起来过膝。停下！不要紧张。
帅哥要不要检查？有员工，有员工，我们帮你服务一下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请你们手拍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妨碍我们，好不好？你们妨碍我们好吗？可以去旁边玩沙吗？好不好？旁边有泥巴，先去玩一下。来来来，各位，先讨论一下，先讨论一下。是他。小姐，小姐，求一下，这件外套换多少？不是不是，真的是。我跟你讲，他如果是的话，他不会这样乖乖的让我们。这边那个黑色外套有没有？哇，慢照哦，慢照哦。我觉得就拼了啦，对，因为就算拼错死在他手上，我也觉得我也来了，他就是我们的人了。先赌，是。小姐 ，Hello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现场有专员，我们帮你试穿一下吧。不是，哎，好看哎。哎，转个身，转个照个镜子，哎，可以耶，可以耶。贴纸，对。恭喜你耶！三个，谢谢。哦，很准，会累死。哎，大哥，我看到那个女生长得像我前女友。哎呦，为了你的爱情票，好，走，走，走。一个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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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啊！兄弟，谁来这边？我告诉你啊，对，我能够体会她的心情啊。是，任何一个陌生女子看到你这个长相，对，会跑啊。是啊，那你贴上去了是不是？贴了，恭喜你成为我们的成员，谢谢。对，你是我们的人了。20分钟到了，所以他们也不能再有任何的活动了，是必须到我们上面集合了。全部的男生回来都笑脸迎人，你这个最像林检的现场。把音乐关掉，灯打开啊！不，哇塞，一下找几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票不能放，也不见得人多，他找到都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带人到这边来验明正身。好，来，丁某丽，小孙，是谁教你说要把我挡得那么死的？你是跟我过不去是吧？好，哎，董哥，我觉得他们单纯是在挑媳妇。对啊，他们没有玩游戏。没有，你不要这样，我们没有那么肤浅。对，假公济私这种事我们不会做。对，第三个啊，你连开都不用开了，还有穿彩色的。但是我们 PP 石墨烯有很多颜色，只是没有那个彩虹那么亮。好，你能穿这么厚，有没有？这一定是那个小宝撩妹撩来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董哥，我跟你报告，我们这对猪哥太多了，就一个叫迪哥啦，迪哥啦，你呢？如果都不是啊，那这群这个油条兄弟在干什么？他们在二十分钟在干什么？对对对，在快乐自己而已，不在看别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来，请揭晓，揭晓有没有穿？来，还有一个。穿这个 PP 石墨烯的这个智能内衣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好。你刚刚在剧烈奔跑的时候有没有晃动？没有，完全不会晃动。很棒，很棒。一件抵多件。来，王美队是两个。我们并没有浪费我们的贴纸，我们都是有把握确认过，我们才把贴纸贴上去。但是是不是也穿着我们 PP 石墨烯智能的修护内衣？是不是？答案就是。下个月越包越紧了哈，请揭晓。好，所以您的王美，那董哥想不想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全全穿着这个石墨烯内衣？但是它完全不会有束缚的感觉，它也可以让我们的胸型啊做到一个浑圆挺立的状态。肩带的部分呢，它有特别加宽设计，它加宽大概是4公分左右。再来，它有一个安全弹力，所以我们侧边的腹在侧边就对了。对，胸型没有很好看的女生，或者可能胸部比较大的女生，在拍照的时候呢，基本有个肉跑出来，然后会很困扰这样子。副乳，没错，好看。然后它就可以把它完全包覆住。接下来呢，它在那个杯型的设计上面呢，它是采用一个水滴杯，完全把你的胸部这样子捧起来，然后非常的稳定。然后它背后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来，我们转过来，这边有一个
X 型的，防脱加压，像我们的现代人啊，不是有些滑手机的低头族吗？对对对，都会这样子拱着一整天，然后你的肩膀什么都会这样子拱住，然后通常都会有时候胸闷啊、喘不过气的一些现象。那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X 型的加压带，它就可以让你自然的挺立住，我们的呼吸就会顺畅，然后也不会有喘不过气的。哎，这个其实这个功能我觉得很棒。对啊，我刚刚连跑步的时候都是这样挺着。对，只要是女生都需要有一件这个啊。冬天女孩子会怕冷嘛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它整个它是一体成型，都是用 PP 石墨烯材质特别去定制的整个内衣，它也没有拼接其他任何的布，都是石墨烯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做身体的整个循环，然后瞬间你就会感受到你的体温快速上升了5度，哇，超暖，超温暖。我第一天要穿内衣还会加温的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能量加压点，然后它还有更多的不同的压力结构织法，像在你的下胸处边缘这个地方，它就是用直条纹的织法，在你的侧边这个副乳包括的地方呢，它用是用斜条纹的，对，然后再到我们的背后，它是用这个交叉型的织法，它还注意到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，它是一个专利的集中拉链，哦，所以很厉害，你只要会穿外套，就会穿内衣的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件，就推荐给大家。他介绍完之后呢，我们不禁也要看看地主队。哎，油条会一分，他们两分，他们这个三分会不会就是在他们手上？他们赚到四个回来，检查一下。请开小。哇哦！的确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各位。哦。这个就对了，就对了。第三位，有请。噔噔噔噔噔。你呢？该不就是最后那一站第三分吧？揭晓，揭晓，不能，不能，也是我们 PP 石墨烯的智能修复内衣，恭喜，一切得到三分。那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，我们最后总分了。因为第一名是地主队嘛，哈，地主队的话呢就可以加到九分啊。哇，对，所以地主队总共是16分。嗯，就差了一分而已，差一分而已。对，王美队是15分。今天比较不争气的啊，对，哎，就是油条队了啊。对，我们是主队在后，只有八个。啊，对对对，不要怕，我们今天我们还有最厉害的第四关，叫做呢机会还有命运对对后。每队分别掷骰。透过加减乘除积分数，积为该队的成绩。要进行我们最精彩、最刺激机会。到这个时候，机会命运对对碰啊！来，那个有归零的，有乘加减乘除的啊，是，也有呢。一、二、三，对，各两面。今天看来呢，肯定要从最低分的开始啊，没问题的。哎，派一位你们觉得运气最好的来，当家花旦来，当家花旦，存起来，存起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在这个之前呢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哎，哎，是，哎，那遥控打开。马哥，到底是马哥啊？在这个录完以后有交接给我，马哥先掉，马哥先懂掉。好，机会，命运，对碰。值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用，八还是等于八嘛，对不对？完美。我们今天派出我们的这个搜寻猎犬小猎犬，来，贝贝，贝贝，然后一起喊 Go Go。那我知道谁了啊？对对，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对，贝贝。个子不高，但是呢，你要志气要高，好不好？好。也希望借你这个奶油桂花手啊，看你们翻转你们的命运啊，来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到前面。协调好，什么叫喊一二三才丢？他这边已经站半天了，你知道吗？拿扇子吗？表现不错，表现不错，
那地主队还要还要玩吗？不玩了，应该不要玩了吧？耐心超贵啊！你有可能更高，我有点兴奋。但你要想，归零也不是不在。好来请。好，我们派出我们今天首要派谁？最好的、最美丽的品娟。我们原版主本的啊，美女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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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，不要没错，出出出出，我们先啊。换个人，换个人，太刺激了。好，如果出个一就没问题了。首先要首先，还有三点高点，要高一点，要高一点，加油，加油，高点。你们的气一直都蛮旺的哈，后天丢牺牲，拍稳丢连劲啊！前面零六号啊，孩子才到一而已，对，这等于没有除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开始要进行我们最后的这个环节，奖金一把抓。你还要派刚才那位吗？还是一样强势的，强势的，就是你啊！我真的厉害，对错大挑战就是他，天大强运哎！他一个人干掉所有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那时候脑袋在想什么？没有，就是专心。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、很聪明？没有，觉得他们都是白痴笨蛋。有没有看不起？打破迷阵了。好，有没有吓一跳？有啊，吓一跳。吓一跳，东西来了哈。来了。白花花的，几万块的。你呢？你到这里面来。哎哇！但是你记住，你有30秒的时间啊。好。好 ，ready。倒计时刻，钞票一把抓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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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觉得他真的很年轻哎，你有20岁吗？有啊，26了，26啊，还是年轻啊。那你来这边服务有一年了吗？这开两年了。对，你会不会觉得你一直是你们这群里面运气最好的人？我觉得今天运气真的蛮好的，今天运气真的蛮好的。新手运。那等一下我们结束，外面去外面买张乐透看看。来，等一下那个钱呢？等一下。小小一只，其实刚才抓的速度是蛮快的。是啊，就是小巧玲珑嘛。你看，有一只。怎么没有像你有？来，1000拿着啊，1000拿。一。2200，3 4 5 6 7 8 9 10，没错，11 12 13 14 15 16 17 18，算不错了，算捞的蛮多的啦，啊，很厉害，准备把钱要给他们发，等一下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我们都去啊！看你们在哪一摊啊？看你们哪一摊啊？我今晚可以吃好一点的，2000多块。哎，好，今天的节目很精彩，那么也谢谢呢大家的参与，更谢谢呢我们原版竹北，提供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地，让我们呢今天进行很顺利。也要再次谢谢呢所有的好朋友，也欢迎各位现在收看的观众朋友们，也可以组队来参加我们挑战赛，一起拿奖金拿好礼。没错，最后呢一样有福利要送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哟。哦，是要怎么样拿福利呢？就是要锁定大老板联盟官方 FB 粉丝专页啦，跟着我们节目款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扫描 QR Code 提问哦。下